来提醒我，难看啊，来提这句。所以你听到的书圣这里书圣的是上天无不是管这个时阵在咧甲你保护，在咧照顾。但是，咱今日无去感谢着上天，无去感受着上天这个叫做书圣，无代志，世间我上看，有代志，求天求地求下面求红的求个草堆，有关福啊无关，感谢咧。啊，我到尾个当中呢，那拄啊无效，我安怎？啊，天无保庇，上天无保庇，咱假，啥物人假？是你假，还是啥物假？因为今日咱来了解，上天不是照单全收的，不是拢总收个物件，因为爱看你，你的德性，甲你的福报。所以，咱今日爱知影，咱用早做等你，唔通拄着问题，阿你去，用早等你啦，唔通拄着问题。咱今日去特别拄到问题的时阵，咱心内你要关心求上天慈悲护法，会当你放掉，或者当做得，会当做善，我要含着尾只行，含着尾只修，这叫做愿呐，这叫做殊胜呐，这叫做天道的殊胜呐。那说迄个殊胜，你做这嘛无效啦。我做哪好？这是殊胜做哪好？啊，殊胜无做够好，殊胜无做当然嘛是无效。哦，事实是安尼啊，啊，所以咱今日非常的难得，咱就当以咱好心，诶，各位一班的这个咱的旧班，所能要而且就咱好就咱进行讲授好，啊，大家能开始开始的天道的殊胜，啊，这是一些非常的难得，当然一般咱各大非常的精辟他们。感觉讲得非常清楚，哦啊，所以呢，啊，年轻人就有这么的一个智慧哈，这、哦、嘛是非常不简单。啊，希望我们各位，咱们一直过，咱们提早放弃自己，咱虽然老，你会知，咱绝对唔放弃的家己，不断爱学习，那是不讲学到老，阿来呢，食到老，啊，食到老呢，啊，学到老，那是啊，你。今日咱个即个班级同学上个不少啦吼，最后啊，我祝福咱大家菩萨吼，啊，大家身体健康，啊，万事如意，啊，一切平安顺利。但是这吼，贵了几个吼，啊，这个是红果啦吼，红果叫做那苹果，平安果，平安果，叫做平安果，叫做平安果。平安果，啊，这平安果红果哪边变成青苗作车？迄青苗作车啦。但是拜你持中，啊拜你正，这个就行了。我拄才讲咱听啦吼，拜路边，啊拜博物馆就不是人。博物馆遐就头500万嘛，啊若拜你路边遐是无无可能啦，那无可能安尼对啦。啊拜你这水果是啥物不相干？因为经过人才去甲买落来，用足侪心甲洗足清气，搁一粒一粒甲摆起，搁用着人个无人识个遐，搁甲献去上天。像你家经过这个班的加持，哇、哦，这样广告吼，嘿，那输出那饭只要拿五万十万，几亿的，但是今天免钱啊，免个食平安的也免钱。而且，你爱上的当中，我一包要到包到位的，广告，大家嘛广告还无到位，你来这个年纪小事呀，小概不会的平安店对。平安，上个个人是叫做平安果，啊，所以呢，等下跟朱秘书长上次要把恁大家提到小平安很好，啊，因为我都大家都有啦吼，人存啦，我再多平安啦吼，然后留个信息，留个信息无啦吼，啊，无那个签到信息，签到短信，我啊想借一支嘛，啊，那加个号码啦吼，啊，嘛就开始过去啦吼，最后就把恁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好，谢谢各位。好，谢谢各位。
感谢父亲慈悲，前道恭，坤道玉恭。南无金礼啊，喜人礼就告为为圣地。他后续，后续教我们一样在其他在各无各可的啊，但前前五尊比标新，他一般要当起来结婚。他做完南无父亲的广告啊，给他的数个数单之中。博物馆等级的评估，带领咱这位来，恁阿来带我来讲平安哈。阿兰今天的班搞得介绍，祝贺咱各位前选身体健康，花喜充满。很难，咱这位来地方，新义神天山义和圣堂合成单位109年度启慧班圆满毕班。感谢上天慈悲，前道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感谢护前人慈悲，前道一鞠躬。感谢点传师慈悲一鞠躬。感谢各位讲师慈悲一鞠躬。坤道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感谢护前人慈悲鞠躬。感谢点禅师慈悲一鞠躬，感谢各位讲师慈悲一鞠躬。上下，请咱各位来上座。上下，咱做位来是答，向无极老母，行三鞠躬，前道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十架成人一鞠躬，众架护点男师一鞠躬，护前人一鞠躬，众架点男师一鞠躬，前道一鞠躬，空道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十架前人一鞠躬，送架护前人一鞠躬，送架点燃师一鞠躬。